更神奇的是，这个司机就转过来跟我讲，法师，真的是你想开，是我想不开。可是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开心。为什么？因为我总怕他等一下如果把我放下来，然后就车子开到河边，然后就跳下去，然后就写了一封遗书，说我今天在一个法师，让我人生觉悟了，不想活了，那我不就变成这个杀人的共犯吗？所以我就换我问他，为什么你想不开？他说啊，我有一个老婆，一个小孩，他们好像都抱怨我钱赚的不够多，职业啊，出租车好像不够高啊，不够那种高尚的职业啊，我心里也很难受啊，啊，怎么样？怎样？我跟他讲，老婆跟小孩只是你生命当中比较亲密的两个人，不是你生命唯一的两个人。你要把你的车子当成一所学校，当你今天载到一个教授，你就可以主动跟他聊，但你不知道嘛，你就说啊，先生去哪儿啊？然后呢，他就说去哪里，以后啊，我们可以聊聊吗？如果他跟你讲啊，我是一个教授，我教什么，你就可以在那个车上问问教授这一方面。你遇到一个法师就问问佛法，你遇到一个什么生意人就问问投资，问问什么事情。我说你的出租车不就像一所社会大学，一所社会学校？他说哎，对哦，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我可以做这么多事情，这是一个正向积极的想法。而且我跟他讲，我说其实你是很重要。他说哪有，一般社会的人其实都不觉得我很重要。我说有，在下雨天的时候出租车特别特别的重要，只要一般人拦不到出租车啊，你没有发现下大雷雨的时候，当一台出租车从你前面走过来，就如同上帝来到你前面一样，会你会觉得哎呦好感动哦，怎么这时候会有一台空的出租车来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尊重各行各业，每一个行业其实没有高低上下，只是他们做不同的角色在服务大家。所以第一个就是自我觉察的能力，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那要觉察什么呢？第二个步骤叫做善观因缘，要观察这个事情有它的来龙去脉。比如说你有一件事情要生气了，你就想这个事情为什么要生气，把它分析了。你有没有发现分析清楚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气消很多。还有一点呢，就是把责任归一半到自己的身上，你也会发现情绪不会那么激动。我们常常情绪会激动，通常都是把责任大部分都归在别人身上。你看大师常常举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家庭天天吵架，为什么天天吵架？因为只要什么东西掉到地上，什么东西坏掉，都是第一句话问谁弄的，谁做的。但是如果另外一个家庭非常和谐，只要东西掉下去，马上妈妈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杯子应该摆进来一点。然后这个小孩说哎呦，我刚才跑太快了，撞到桌角了，那个杯子掉下去。大家都觉察这个因缘，都会善观因缘，然后学习认错，这个家庭就变得比较和谐。所以什么叫善观因缘？我刚才讲很多东西都有它的来龙去脉，不要只是看到那个表象，把这个事情再多分析一点。就像小孩子，你知道像我常常到在台湾很多的学校去演讲，很多学生看到我们法师的确也很好奇，尤其我大部分都是自己驾着车啊，开着车去。每一次开车开到学校去的时候，那个车门遥控器一关 ，biu 一声，很多同学就哦，阿弥陀佛也会开车，他就觉得很奇怪。更奇怪的是什么？当要演讲之前，有时候我们要上一下卫生间，那个男同学跟你站一排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这样头看着你。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做情绪表达，我这个人哦，其实是非常善于情绪表达。我就会跟我旁边人问说，同学啊，你为什么看法师啊，对不对？他就会说，你也要尿尿吗？他就问我，我也要上厕所吗？然后我这时候就跟他聊，你看法师连在厕所都要步骤，都要忙这些活啊。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法师不用上厕所吗？他说不用啊，你们不是练功吗？他说我练功哈。其实我们都没有练功啊，我在连云港很多人都说你会武功吗？我说我不会武功，我只会心功。什么功？就是让你幸福让你快乐的功法，心理的功法。这小孩子就是很活泼很有创意哦。他说你练功以后不就会烧出舍利子吗？他就跟我讲很多这种佛教的语词，可是其实他都不懂。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善观因缘，你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我20年前在我21岁就开始到校园去讲，我最早讲的是小学生，之后就讲到初中生，就讲到中学，一直到后来讲了几十所的大学。那我就发现到说，这些小学生在一两千个甚至初中生高中生在几千个学生，
他们是那么躁动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听你演讲？他已经都觉得你不会开车，也不需要尿尿，也不需要上厕所，那你一上台，校长说来我们大家热烈掌声欢迎慧宽法师，这时候我后面的一个小时要怎么带动？各位因为都是成年人，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进入了我的主题，但是很多小孩子的心其实比较浮动，甚至他对你有很多不了解，甚至他觉得法师是什么人呢，觉得很奇怪，是不是跟他们离得很远？所以有一次我就想办法说，哎，我教他们玩游戏，玩什么？就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莫等闲，粉身碎骨都无怨，留得清白在人间。我说让你们猜一下，这是以前建筑上用的一种材料，给他们猜谜，猜对的有奖品。很多人都猜钢筋啊、水泥，其实它标准答案是石灰，就石灰岩采下来的，把它磨成石灰粉。早期还没有油漆的时候，这个石灰做粉笔、做建筑物的这个美化就特别好用。但是在给他们猜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讲话嘛，所以我要怎么办呢？我就要吸引他们的眼球嘛，所以我就说来来来，法师教你们唱这四句话可以用唱的哦。哎，这个时候大家就想法师要唱什么，我就说来来来，我教你们唱楚留香。结果你知道所有的同学没有任何的反应，我就发现已经跟他们脱节了。后来说来来，法师教你们唱黄梅调，有一个同学说什么发霉调啊，没听过，我才发现糟糕了，怎么办？我说来，现在只要跟法师唱不一样的就有奖品。上来了二十几个学生，每一个人的调子都不一样。我印象最深刻就是第二十个学生，他那时候啊，刘德华最红最红，也是他当歌手最红最早期的一首红的歌，那学生就说我要用刘德华的忘情水的调，他这样子唱完我就把它记下来。然后呢，每一次到学校去呢，只要那段要唱的时候，我就唱了一下这一段啊，哎呀，每一次就吸引住几千人的这个目光哦，因为他们觉得法师怎么能够这样子特别的这种让他们吸引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唱的对不对，你们听看看啊。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莫等闲。粉身碎骨都无怨，留得清白在人间，留得清白在人间。太棒了！后来每一年到学校去啊，一开始唱这个，学生就会说哦，那个很久很久，然后就要随着每年就要更新。到了一阵子，张惠妹唱了什么《听海》，你们听过吗？听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莫等闲，粉身碎骨都无怨，留得清白，留得清白在人间。然后就这样一直唱啦，唱到前几年，大概在六七年前，我们内地最红的歌也红到我们台湾啊，宝岛台湾去啊，有一个歌你们一定很熟啊，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莫等闲，粉身碎骨都无怨，留得清白在人间。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莫等闲，粉身碎骨都无怨，留得清白在人间。所以这个每一年都要唱啊，唱到现在要唱什么周杰伦的啊，唱什么星光帮的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曾经有一个我到一个监狱去啊，这两天我在一个企业演讲，我讲到说我曾经在台湾到监狱去，哇，所有人全场大笑。我那时候就说你们笑什么？他说法师，我以为你被抓去关了嘞，你到监狱去嘛。其实不是，台湾的监狱啊，监所会请法师去跟这些受刑人讲课，去跟他们辅导，去劝他们向善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哎，他不了解说，原来法师也到学校，也到监狱去上课、去培训啊。那有一次我到监狱去，我去讲的这个情绪管理，讲完以后，那个典狱长啊，一把手也坐在里面听，听完呢，他就把我带到办公室，他说法师，我想跟你啊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您说，他说我儿子今年初二啊，老是不跟我说话，还跟我吵架，你说怎么办呢、啊？我这个爸爸哈、哦、当得很辛苦哎。啊，你说怎么办呢？我说你说说看，你们有什么吵架的点吗？人吵架一定有点嘛，不会说没有为了什么事才会吵架嘛。他说有啊，就是哦，小时候他的房间门都是开着，但是他上了初中，老爱把那个房间门就关上，而且不止带上哦，还把那个锁呢，
就给他转上了。我们每次要去找他的时候呢，就觉得敲门就骂他，叫你不要锁门啊，然后怎样讲，那时候呢孩子也会很不高兴。这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法师你说怎么办？我说你想看看哦，开门跟锁门的中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个中庸之道，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让孩子关门，但是不要锁，因为锁了临时有状况很危险嘛，可以不要锁，但是孩子会怕呀。为什么会怕？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在房间里面做什么事，我想各位都经过人生的这一段，有时候父母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呀，常常就想说孩子不应该这样啊，对不对？他也许在上网，这时候可能看了一个什么日本的 AV 女优啊，啊，看了一个什么色情的图片，你总应该让他敲门，让他去把那个叉叉打掉，然后换一个很好的这个教科书的画面，你才进去嘛。除非你这个父亲很了不起，进去跟他讲说，爸爸跟你一起讨论啊，这个将来怎么交女朋友啦，怎么样？我们华人的父亲大部分都做不到，大部分不是进去就是骂啦，看这什么啦，然后女孩子看小说啦，这漫画有什么好看？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啊，你应该尊重你的孩子，敲门，而且是他听到声音，他说等一下我来开门，你们才可以开，或者是请他自己来开，这样子你们跟他沟通看看。结果这个父亲回去真的听了我的意见了，而且还放下身段哦。晚餐的时候就笑笑的跟孩子做了情绪表达沟通哦，就跟他说，儿子啊，爸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子你知道吗，青春期的孩子讲话就很低沉，又已经吵架吵了一年了嘛，就主动的说，就是要开门吗？就是要叫我开门哈，就是很不甘愿的话，对不对？一般的父亲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会情绪就会起来？可是我就跟他讲，你记得今天一定要控制住哦，控制住哦。就他父亲还这样笑笑的哈，然后跟他讲说，爸爸已经想清楚了，你已经初二了，应该啊，你慢慢生理也在长大了嘛，在变化，所以爸爸妈妈应该尊重你，让你关门，但是你不要锁，就把我这一套讲给他儿子听。讲完以后呢，你知道他儿子竟然露出了好久一段时间没有跟他爸爸笑过的笑容，就说，哎呦爸爸，你今天有去上班吗？他爸爸说，有啊，我今天有到监狱去上班啊。然后他妈妈就说，你怎么会问你爸爸这个问题？这儿子又继续笑笑的跟他爸爸说，你今天确定有去上班吗？他说，有啊，儿子你怎么怀疑老爸翘班没去上班呢？他说，老爸，我觉得你今天智慧增长不少，哎，你今天怎么懂得回来跟我沟通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东西真的，我跟各位讲，很多东西就在智慧。聪明跟智慧不一样，聪明你可能很会读书，你可能很会做生意，但是你不见得有做人处事这样的一种智慧。所以第二个呢，要善观因缘。我记得我小时候个子长得不高，比较矮，我父母老是担心我会长不高啊。结果到了我小学六年级要升初中，还没上初中，哎，个子突然间就拉高了。各位知道哈，那个裤子就变短了嘛，裤子变短很难看。如果你到了七分裤也还行，到了五分裤也还好，就在那个脚踝旁边啊，好像长不长，短不短。我妈就跟我说：“哎，你长高喽，晚上带你去买新裤子。”我那时候就想，哇，只有过年才会买新裤子嘛。结果那个时候能买新裤子也很高兴啊。晚上写完功课，就要到夜市啊去买裤子。那时候呢，我妈妈就自然而然就把那个手勾着。小孩子妈妈总是要牵着小孩子嘛，这手就自然勾着，我们小时候都会勾住妈妈的手去逛街。可那次好奇怪，我自然而然就不想再勾我妈妈的手，我就跟我妈妈说，不要勾你的手。我妈妈就问我说，哎，为什么不勾我的手啊？你看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情绪管理的重点哦。我妈妈就问我，为什么你不勾我的手？我说，羞羞脸，谁想勾你的手啊。我妈说，为什么会丢脸呢？我说，当然啊，像你长得老老的，我们等一下勾着手走出去，人家以为你是我女朋友，长那么老能看吗？我就讲了这段话哦，那时候我才12岁。你看看一般的父母听到这个话，尤其妈妈会说什么？算了，我本来今天心情很好，特别好想买裤子给你，别买了，反正现在流行七分裤嘛，再两年就变七分裤，再来就变五分裤啊，再来就变平口裤啊，太好了，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都不用买裤子。但是呢，我妈妈没有，那时候就说，哦，他就自己幽默说，我会老吗？就自己幽默一下，我们就去买裤子，没有手牵手。我觉得很多东西，当你发现孩子不一样，其实这是很正常。各位看看，当你生一个孩子抱在怀中的时候，等到七八个月大会坐会站会走的时候，
请问在座当过妈妈的人、爸爸的人，心情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嘛。你们不会抱在手里面，然后看到七八个月他会做的时候就说，哦，你好恐怖，你怎么会做呢？你怎么离开我的怀抱了呢？然后开始会走的说，哎呦，好可怕哦，儿子你怎么不爱妈妈了？不会。但是好奇怪哦，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很多父母都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你们老是用叛逆这两个字来定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可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就是会有一些地方他开始要调整他的性格，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有一些方法，这个要善观因缘。要怎么样善观因缘？像曾经有一个妈妈，她自己来跟我说，她说我女儿啊一年不跟我说话。我说那你们怎么沟通？她说我们家都是冰箱在说话。我说哪一排的冰箱跟我讲，我也要买那台冰箱，下次我就放在扬州讲坛，这个冰箱就自己在这个地方演讲啊。我说哪一个冰箱会说话？倒不是啦，我如果要跟我女儿说话，我就写一张便利贴贴在冰箱上，我女儿收到零用钱100块就会贴在冰箱上说收到了谢谢。每天都是用冰箱在说话。我说那你们活在家里面？他说对啊，我们眼睛都不看，贴在冰箱上面。我说这种日子也挺难受的吧。他说对啊，可是我很爱他，他就不爱我。我说你爱有什么方法？你是不是爱的不正确？他说不会啊，他房间很乱很乱，我都爱他，都去帮他打扫，你觉得我这样不对吗？我说应该不止帮他打扫吧，你应该爱他不止在打扫上面，你应该还在他房间做了什么事。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偷看他日记。这妈妈就老实的跟我说我偷看他日记。我说对嘛，这个爱就不太正确，17岁的女生不要再看他的日记了。这时候呢，我就说那你除了偷看他日记，为什么你女儿不想跟你说话，你还有爱到什么程度？他说有啦，我就看完日记以后还会跟他说你上个男朋友比这个好一点。我说你还评论啊，你干脆替你女儿发微博好了哈，你怎么还评论呢？所以我说这个不正确。他说那怎么办啊法师？我说我教你一个方法，你要听我的话哦，一个月之内都不要再进你女儿的房间。当然不进你女儿房间就不能够去看她日记，更不要去评论这些事，你只能够默默的去观察你女儿的行为啦、语言啦，有没有什么变化。好啦，这时候她就忍着咯，真的一个月都没进去她女儿的房间。她女儿就很高兴，她女儿就问她妈妈说谁教你这个方法呀？她说有一个法师。后来有一天她妈妈她们母女关系就变好了，就一起出门去逛街。这时候她们有一天就逛到我们道场来，然后呢她就跟我说，我说哎，请问这个女生是谁？然后他妈妈就跟我说哎，这我女儿啦。你知道我很幽默的回答说哎，你们没有带冰箱出门啊？意思说你们不是两个讲话都要用冰箱沟通吗？他说没有没有，法师我们现在两个母女关系很好，所以其实很多东西爱也要观察因缘，不是说你一味的要这样子爱对方就能够承受得了你这样对他的爱。第三个呢，正面思考，这个是情绪管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善观因缘了以后，我们要凡事往好处想。很多东西其实你往坏处想，事情还是这样发生。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刚才来的时候，我一直心心念念就在想说啊，希望啊老天爷不要在各位来的时候下雨。为什么？交通不方便嘛，总是发一个愿，发个好愿啊，存个好心，希望大家有好的一个天气。但是如果真遇到下雨了，我也觉得我们很多地方现在面临旱灾，该下雨的地方真该下雨，不该下雨的地方也真希望不要下雨。所以我们常常呢，遇到好天气我们也抱怨，遇到不好的天气我们也抱怨，而且我们抱怨的程度到什么情况？各位回想一下，我们常常今天如果晒了太阳，回到冷气房的办公室、空调房的办公室，还是跟同事讲哦，今天好热好热，其实你都已经凉咯，但是你的心还在热。所以我有一句话送给大家，不要让你的心中暑，不要让你的心受寒，不要让你的心淋暴雨。其实身体淋暴雨很快擦一擦就干了，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一种习惯，就是回到办公室还在抱怨你淋暴雨，回到家也在抱怨你淋暴雨，一直到隔天打个喷嚏就一直还在怪，就是昨天淋暴雨。其实不是，是你的心还在滴雨，还在下雨。所以很多东西当你会正面思考，我跟各位讲，你是一个很幸福很快乐的人，因为你自己很懂得转念。佛教讲能够转一念海阔天空。我曾经有一次在
台湾要从高雄飞到台北，搭飞机呀、赶着去一个企业演讲，下午3点的飞机，一上飞机呢，那个机长啊，就宣布一件事情，不是流量管制哦，也不是空中活动，他说我们现在啊，刚才启动的时候听到有一点杂音，希望做个维修，但是呢，不知道维修多长，所以请大家先在座位上稍安勿躁，如果很快我们就马上飞，如果再长一点我们再另外安排，但是现在请大家就坐在飞机上。结果这么一修就修了40分钟，到了3点40，我旁边坐了一对夫妻，先生靠窗，太太坐在我旁边，我坐在过道的位置，那个先生就开始烦躁起来，他就说这什么飞机啊，修那么久也修不好，然后怎样怎样就开始骂人咯。这时候他老婆，我觉得很有智慧的太太，他就转过来问我，那法师你去哪儿啊？我说我到台北，今天晚上在一个企业做培训做讲演。他说你来得及吗？我说来得及啊，现在才3点多，如果再修个1个小时我应该还来得及。那他太太就继续设问题问我，那如果来不及怎么办？我说来不及我就请我们台北佛光山法师还很多嘛，我再请另外一个也能够演讲的法师去替我讲，讲到我赶到我继续接着讲，或者是呢，如果我真赶不到，我会跟那个企业讲，我今天找一个人去讲，但是改天呢，我专程再补你一场，就是我等于对你的抱歉，其实也不是我的错，是飞机这个怎么讲人为的事情嘛，但是我说我会这样子处理。哎，这个太太啊就问我说，法师你怎么这么乐观啊，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去想这些事？我说我们要感谢刚才机长啊检查到有杂音啊，如果他刚才没有注意听，飞机就这样到一半，然后就开始飞上去啊，这时候我们就不是延迟一小时，也不是推迟一小时，我们可能在空中就嘣一声爆炸，这时候在台北接我们的人可能就是要准备办后事，那时候我们就是 delay， 英文叫 delay 嘛，就推迟一辈子啦。哎呀，这太太就说对对对，哎，你这样想啊，突然间我茅塞顿开，其实他太太没抱怨，但是也能释怀这个事。结果他先生大概过了5分钟，他先生有在听哦，过了5分钟头就转过来跟我冷冷的一句话，他没有很热情，就冷冷的一句话说，你讲的也蛮有道理，然后又继续转过去，然后就从此就不再抱怨了。其实我要跟各位讲，抱怨飞机还是不会，这个呢叫做自我对话，有了这么一个好的转念以后，那个念头很快哦，你一下子常常又会脾气又会来了，怎么办？我希望大家去找几句好话，座右铭励志的话，像大师最近给我们一句话叫做，你们看过最近哈、中国大陆的棒球越打越好，这个棒球呢，如果投手投好球，你没有打好就会3振出局，但是如果丢的球非常的差，就是偏角球啦变化球，但是你这个打者能够判断得出这个球是坏球，我就不打，这样子4颗坏球可以让你这个保送到一垒，你就不用打球咯，就自然让你这个球员就到一垒去。那大师就告诉我们，人生总会被人家误会，总会被委屈，总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事，如果你历练得过来，那你就是等于 upgrade， 就你都能升等，你就是你的精神啦、内在啦、受挫力等于更加升华。如果呢你把人家的委屈啊、骂你的话啦、误会你的话，你就把它接受下来，但是在那个心里面一直的生气，那这样子你很容易被3振出局，很容易呢就会自己常常心里面就特别的烦躁。那我自己呢常常是用了一句话勉励我自己，就是以前古代有一句话叫做赔了夫人怎么样又折兵，我现在送给大家的话叫做赔了夫人不要再折兵，就是就像我们投资一样，各位如果有一点投资的经验，你就知道我们买基金买投资要设停损点，要设停利点，就是我赚到哪里我该卖的我要设那个停利点，如果一直赔一直赔，我应该在哪个时候就把它卖出，叫停损点。一样你的情绪也要设一个停损点，不要老是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就像很多事情发生了，不能老是好像总是觉得说啊心情不好一直在那个上面纠结啊。就像我曾经呢有一次我去开车，结果在台湾就停在路边啊，我不知道那个路边是不能停啊，结果呢5分钟办完事出来，我的车子就不见了。各位知道法师的车子违规是很丢脸的事，因为我们要去那个车管所把车子领回来的时候，常常很多车管所人就说，法师
修行人也会犯错哈、哦，对，他还会有一点刺激你一下，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了很久，就拦了这个出租车要去牵我的车，你看，而且还要缴罚款，好几百块的罚款呢、啊。结果呢，那个过了好几台出租车，突然间有一个妈妈呀，很旧很旧的出租车，我就把他拦下来。我一上车，那个妈妈就问我说，那个出租车的司机就问我说，法师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车管所牵我的车。他说你的车怎么啦？我说哎呀，我违规啊，不好意思啊，被人家拖掉。哦，那个妈妈就替我伸张正义啊，说这什么政府啊，慈爱钱啊，连法师的车都敢拖啊。法师的车跟你们的车不是都一样吗？我们的车从来没有在外面喷上几个字写阿弥陀佛专用，请勿拖掉，拖掉者下地狱，对不对？我们从来不会做这样的事啊，对不对？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家有家法，国有国法。我们来到不管全世界哪一国，我们去演讲，我们要入境就要申请 visa 签证，所以我们也都要遵守法律。所以我就笑笑的跟他说啊，我说没关系啦，是我的错，不是政府的错啊。然后他就说，哎，法师你好不一样哦，人家哦上我的车，我载199个乘客哦要去车管所的，都是骂骂骂骂骂骂到车管所，为什么？他就说那个政府怎么这样，就拖我的车，因为他很不舒服嘛。他说只有你好像特别平静哎，那我就跟他开玩笑说，难道我要掉着眼泪，这样子哭着去车管所吗？然后他那时候突然间觉得我不一样，他就跟我讲一些他心里的话。后来呢，他讲一讲以后，他就很开心啊，他就跟我说，哎，法师我也想接触佛教，想学习佛教。我说很好啊，有机会你自己多多看看一些书。我就想你看，我的车子是被拖掉是一个损失，但是我在车上又能够跟一个人谈了一些佛教，谈了一些情绪管理，是不是我又帮助了一个人？所以得与失之间很难说啊。所以我常常在想说，自我对话能够有一句好的话放在你自己的心里面。比如说有时候遇到一件事情，我鼓励大家，比如说若有人问你说，哎，你们最近工作忙吗？我们很习惯会怎么回答？忙死了。这句话大家如果今天从讲坛出去以后能不能改变一下，不要说忙死了。为什么？请问各位有死吗？没有嘛。曾经有一个妈妈一带孩子出去逛街，一出去就说，哇，今天好热啊，热死了热死了吗？她儿子就问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要死？妈妈你为什么要死？所以呢，我鼓励大家从语言上减少你的压力。为什么？你只要说今天好热，今天天气很热，这样就好了。那个忙死了热死了那句话，在心理学上就是一个自我说服的压力，就是自我给自己的压力。就像我讲一件事情，如果你能够有好的话，那个就是自我放松的自我对话。但是有些人的自我对话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那就是重复这种不好的想法，负面的想法。最后一个呢，我要送给大家的就是广结善缘。一个人心量有多大，你的情绪管理能力就有多高。各位会发现，情绪管理越不好的人，就是自我中心越强的人，自我意识越高，就是很自私啦，什么事情都是别人错我对，都是他错我对啊，国家错社会错都是我对。你会发现这样的人特别烦躁，特别情绪不好。如果一个人什么事情都能够往自己想一想，哎，我也负一些责任，其实情绪管理不是一件那么困难的事。但是我很鼓励大家多做一些公益的事，不一定捐钱，捐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看像有时候我们办一个活动，有义工有志愿者，这个都是一件好事，能够去帮助别人，你会发现你的心量会越来越大。你看我自己在从小，我的父母给我们的家庭教育是一个很乐于去帮助别人。后来到了我念到这个大学的时候啊，在念书，书就念得很好，因为我念的外文啊，念英文跟日文，那个就是我比较专长，背的也比较熟，比较厉害啊。那每一次我同学来跟我借笔记本，我都在笔记本后面写两句话，版权没有，欢迎注印流通，看他要怎么印就拿去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通常第一名的人人缘通常不好。为什么不好？只要同学问他，哎，这题怎么算啊？哎，不知道不知道，这个英文怎么翻也不知道。但是你看我这样子帮助同学不求什么，直到了最后，你看我每一年同学会，我同学一定找我，而且我那时候还没毕业，我就穿了这件衣服啊回去学校。我学校当时非常非常的反对啊，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法师学生怎么突然间变一个法师，然后跑回学校来。
所以呢，学校基本上是要把我退学。但是我的老师很帮我的忙，因为我上课很认真嘛，所以老师就觉得这个同学很认真，所以就请教过我的100多个老师签名联署给校长，不要退这个同学的学。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去跟教官讲啊，他说这个学校作弊的你不去抓，偷抽烟的你不去抓，偷牵摩托车的不去抓，每天都抓这个善良的和尚啊，每天都叫他退学，叫他退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诶，学校也觉得对啊，然后就没有把我退学。但是后来呢，到了有一天，校长就亲自找我，他就跟我讲说，你太厉害了，为什么学校的老师这么爱护你，同学这么支持你？我说因为平常我跟老师上课互动得很好，同学都借他们笔记。我跟各位讲，我不只借笔记，我连哦考试的前一天，很多同学当然这是不好的事，还会偷偷的把重点刻在桌子上啊，我都会到教室去4-5点的时候啊，他们工作都做完了以后，我一定会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帮每一个人他们做这个事情，虽然不太对，但是我会跟他说，你这一题这样刻分数不会太高，你的答案刻错了，要重改分数才会高。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事先已经看到你做这个事，我就应该要让你重新，我不能说看了然后就觉得哎呀你作弊我就害你。我觉得人要存好心，还是想着要去帮助别人。所以我同学很帮忙我，那时候校长就跟我沟通，他说啊，学校啊有两件事情已经不把你退学啊，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明天要照毕业照，请你换制服来照。我说校长我不能换制服，我们法师哦就是这套衣服，我不能够明天要照相就换制服，后天要去游泳就穿比基尼啊，我不能换来换去。所以我说啊，我就不能换啦、啊、他说那这样子你就别来照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不准我参加毕业典礼，因为我的成绩很好，但是呢他怕我进礼堂上台领奖穿这件衣服也太奇怪了，所以他就跟我讲这两件事情。我说好好好。结果回去我班上同学就说，校长找你做什么？我就说就叫我明天换制服来照。你知道我同学激动到非常的激动，就说不行不行，法师你明天一定要穿这一件，你这件太特别了，全校没有一个同学能穿你这一套，所以你一定要穿。那我说校长不让我照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校长如果明天不让你照，我们就让老师校长坐一排，后面自己空空的跟没有人照，我们就把全班同学拉到旁边去照，之后再把它合成给他接回去。我说这样好吗？他说好啦，你就这样来。我隔天去啦，校长就看到我又穿这件来，他就说我昨天不是请你换制服吗？我说同学就要我穿这样来，校长我也没办法，我就是被逼的。我就跟他讲我被逼的，我就穿这件来。校长当然最后就让我照，那张照片很特别，我就站在校长的正后方。为什么？因为我是这班最特别的人，所以他们就让我站在校长的正后方。后来每一年同学会他们一定打电话给我，慧宽法师啊，你来参加同学会，我一定去。为什么？我的同学嘛，所以他们会找一家素菜馆，全班都吃素哦，很难得哦。只要是同学会，一定全班都吃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法师，全班都在素菜馆吃素，吃一个小时之后就把桌子拼一拼，就开始慧宽法师讲座。你看，我要来扬州讲坛，要你们请我，我也要排时间。可是我同学一年最少能够听到我一场演讲，就是在同学会。但是有一年我的演讲实在太多了，280几场实在接不了。我同学就打电话给我说，哎，慧宽法师啊，下个月几号要同学会？我说我不去啦。他说你怎么不来？我说投资报酬率太低，我其实是开玩笑。我说讲了那么多年，出家还是我一个，你们又没有人要再来出家啊啊！这个我就故意跟他们开玩笑。我同学也很会说话，他说慧宽法师你来跟没有来差别很大。我说有什么差别？他说若你来，我们全班就跟往年一样带去素菜馆吃素，你如果没有来，我们今年就决定要去牛排馆吃牛。我说你们也不是吃全素啊，没关系啦，你们就去吧，方便随缘就好。他说你呀、啊、怎么可以讲这个话，我们啊会记住哦，你真没来你真的要小心。我说怎么啦？他说我们如果那天啊全班去吃牛的时候，会跟那个牛说啊，牛啊，我们今天没有要吃你，是有一个叫慧宽法师。然后他还特别把我的名字讲两遍，他说有一个叫慧宽法师，他说他今天不来，所以他说你们去牛排馆也没关系，所以牛你今天啊要把所有的业障全部算到他的身上。你知道我的同学其实他们对佛教都很了解，他就跟我说你往生咒要念很多遍很多遍，你要消很多业障，你来吗？我说去去去，你讲到这样子我还能够不去参加同学会？所以他们后来又订了素菜馆，
又全班又去吃素了啊、哦。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结缘，你的心其实是会心量会越来越大。所以我鼓励大家，不一定是大事，小小的事帮人家一点。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家离开这个讲坛啊、比如说方便搭电梯让给年纪大的人，有的人走楼梯啊，有的人怎么样，就是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公益，都是一种跟人家结善缘。最后呢，我想这只是一个结论啊，美丽的新世界，人要情绪管理要具备这几个，一个就是具备同理心，常常能够换位设身处地啊，替别人思考，换一个角度替别人想啊。第二个呢，能够常怀感动感恩，常常很多时候觉得说啊，真感动，不管是什么时间，比如说人家办一个讲坛我们也很感动。其实像我自己能够到这个地方来，我刚才说我很荣幸，那个不是一个客套话，真的是这样，能够让扬州讲坛请到让我们来这个地方讲，各位也能够有缘在这里，我心里面是充满了一个欢喜。所以很多东西你能够常怀感动感恩，你就容易知足幸福。一个人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动也不容易感恩，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不快乐。第三个，多与助人奉献，我们要常常刚才讲广结善缘。第四个呢，自我成长学习，这一点我想各位都做到了。真正其实能够常常听讲座常常看书的人，其实就是自己愿意自我成长学习。我自己跟各位讲，我看了大概有2000多本书，我非常非常的爱看书，而且我也订了相当多的杂志。我今天中午也跟局长他们几位领导在报告说，上一期的中国经济周刊，你说法师你也看中国经济周刊，我倒没有每一期看，但是我会到我们连云港的新华书店去看这一期的题目有没有我想要看。上一期就在讲中国精神病人的问题，这个很重要啊。现在精神病的情况，心理疾病的情况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现在根据医学的统计，全世界已经在到十月份已经到70亿人口，现在有抑郁症的人，全世界有抑郁症的人，不包括烦躁症哦，也不包括焦虑症，就只有抑郁症的人就有2亿人口。2亿人口是相当多诶，各位不要觉得诶70亿跟2亿不是差很远，你把它加减乘除一下，就是35个人就有一个人。你看我们今天讲坛里面把这么1000多个人除以35，今天包括慧宽法师在内，也许就有10-20个、20-30个抑郁症的人。但是我每次讲到这里，很多人就会赶快看旁边，是你吗？是你吗？不是。为什么？这只是一个平均值。而且在一个学习的讲坛，我可以告诉各位，这种情况都是偏少。在哪一种情况多呢？在那种高压的 IT 产业，在一些比较紧张的生活环境的人，压力特别大，他有时候那个平均值就会达到那么高。所以呢，我很鼓励大家要自我成长学习。我刚才跟各位讲，我看的书看到什么范围，我常常去大学演讲，大学生哦，你定这个题目，他会跟你说，法师你不要讲情绪管理，你讲感情啊，你讲那个怎么谈恋爱呀、啊？年轻人怎么谈恋爱呀、啊？我说哦，我比较习惯第一场演讲都讲情绪管理，因为不管亲子教育、人际沟通，还有包括感情观啊，各方面都是要先学情绪管理。一个人不可能说情绪管理不好，恋爱会谈得好，家庭会处得好，一定要先学情绪管理。但是我还是满大学生的愿，我说好吧，那我们就来讲两性教育吧。然后我就定了一个题目，我自认为很好，就是我书上的题目叫做用智慧心谈感情。我就觉得诶，用智慧谈感情不是很好吗？你知道这个大学的学生会的会长就跟我讲，慧宽法师，这个题目礼堂应该只有100人会来听，太传统了。我说好吧，那你们帮我改个题目，内容原则上一样。他说好，我们改咯。就那天去的时候，那个礼堂啊，那个大学礼堂容纳1000人，全部爆满。然后我就说哇，今天你们怎么吸引这么多人来？他说那是你要感谢我啊，题目帮你定得太好了，但是你不要生气哦。他就跟我讲叫我不要生气，我说我这个人很少生气，你说看看吧。他就带我去海报那里一看，我看了一下真是有趣啊，他定了一个题目叫做一个出家人谈恋爱。你看这个大学生多有创意。其实这句话吸不吸引各位？如果今天我们在阳大定了一个题目叫做一个出家人谈恋爱，我看阳大的学生会想，出家人不结婚他怎么来谈恋爱呢？而且他是来这个我们又不是非诚勿扰的舞台，对不对？又不是我们江苏卫视，又不是这个舞台，他为什么来这里征婚呢？
他怎么来这里谈恋爱？可是这句话你把它念慢一点，叫一个出家人谈恋爱这回事情。所以呢，那场演讲完更有趣。其实我自己看了大概有100多本关于感情的书。你看，像我们台湾有吴淡如啊、吴若权啊，还有早期有一个叫陈爱民的这个爱情专家，他们的书我几乎都看。结果那次演讲完以后，大学生就送我一套陈爱民的爱情专书，我也没注意看。我上了飞机，我就随便抽一本，就随页开始翻。我这个人看书不习惯从第一页看，我喜欢先翻翻有没有我想看的内容，然后前后看那本书就会看完。结果我旁边呢，那飞机开始飞啦，旁边坐一个男生就一直看我，我可以用眼睛余光感觉他在看我。那我就终于呢，还是做了情绪表达，我说先生有什么事吗？他就跟我讲，法师你也看这种书啊？他就说你也看这种书，因为那是讲感情的嘛。那可是我就觉得这还好啊，这没有什么不能看啊。我就说什么为什么不能看呢？有什么讲？他说这书很奇怪啊。我就说还行吧。然后等到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我把那个书合起来之后，我才发现糟糕，这本书的书名太特别了，真不适合在飞机上看。那个书名叫做《我们结婚吧》啊。所以他就想奇怪，这法师为什么在飞机上一直认真在 K 这本书呢？在读这本书，是不是他不想出家了？他想回到社会去了？其实不是啊，我做任何事情总希望能够让听众感觉到我的内容是跟各位是息息相关，很多事情是连结。那天我在新华书店，在连港新华书店买了很多书，除了宗教的书、感情的书、心理学书，我买了几本啊。他们很讶异，那个结账的人就跟我说，法师你确定你要买这个书吗？我说买啊买啊。他说他就说你我买了什么？买了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党史第二版，从49年到78年两本红色上下册，然后又买了如何做一个党员，党员应注意的150件事，然后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你怎么看这个？我说当然，因为我平常也跟很多领导在一起，所以我常常要有一些话题。像我最近去江西啊，帮大师处理个就是去送一点这个他的字啊，结果呢这个去了领导接待我的时候，我们聊天，我就聊到哎呀，这次总书记在7一讲话讲到三个更加、四个考验、四个危险。哇，那些领导就跟我说，慧矿是你们江苏已经学习到连云港了吗？一般不是省先学习，学习完就叫市学习，市学习就叫宗教团体学习，各单位学。他说已经走你们学习这么快，我们江西都还到省而已。我说没有啊，我都是自己从网络看到，就下载到我的手机备忘录，每天就开始记着什么叫四个考验，执政考验啦，这个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啊，什么精神懈怠的危险啊、脱离群众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消极贪腐的危险啊。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我这个人很喜欢吸收，很喜欢学习。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要多让自己学习更多的这些情绪管理，要多看书、多听讲座。最后呢，我送给大家的就是常保定力。很多时候随着年龄的成熟，我也希望大家的心智更成熟，但这个成熟不要老化哦。你们看大师今年85岁了，大师的心一点他是很成熟，但成熟不跟老不是等号，不要变成老化。现在我们很多人反而是年纪轻轻，但是心却很老化。为什么？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冲劲。最后一个呢，我要送给大家的就是去除习气。在座有年轻人，有刚才看到有这种30几岁的人上班族，有40-50岁的人，甚至有很多寺院的佛教信众啊，50-60岁、60-70岁的人都有。我希望不管哪一个年纪的人，今天听了我的演讲，不管如何，我最后送给大家的叫去除习气。什么意思？就是我常常走出去演讲厅外面，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哎呀，法师你讲得很幽默啊，很精彩啊，很生活化。”但是后面接那句话，我就有一点点失望。哎呀，法师你知道我今年53了，脾气改不了了啊。那如果这样跟我说，我会觉得我这场演讲白讲，你也白听了。我希望不管任何年纪的人都告诉自己，我可以改变。我不管在什么时间点、什么年纪，只要我愿意都可以改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希望自己快乐吗？希望吧。你们希望自己幸福的人生吗？希望嘛。如果你希望过一个幸福、希望过一个快乐的人生，其实不要告诉自己我就是这种脾气，我就是这么烦躁，我就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啊，我就是大小姐脾气，我就是公子哥脾气。
告诉自己说，我希望调整自己，让自己过得更好，让自己过得更成熟，最重要就是让自己过得更有智慧。祝福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很幸福美满的人生，谢谢。